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雅姿红邦吉亚系列新品保湿方案和平衡方案下篇单品介绍的培训。那如果大家想了解本次产品是如何通过标本同质来维持肌肤的长期健康和稳定的状态，那也可以去观看上篇肌理部分的视频。那接下来呢，就开始带着大家一同认识一下每个方案当中的单品。首先来看聚当人间尤物的油皮亲妈，帮小油田们控油细毛孔，打造哑光肌的平衡方案。第一款单品，雅姿平衡洁面啫喱。对于油田们来说，追求清爽感，去油腻洗干净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不能伤害我们肌肤屏障过度清洁而引发敏感，对吧？所以雅姿平衡洁面啫喱用的就是复合氨基酸表面活性剂，它是弱酸性的配方，可以洗出干净同时不干涩的肤感。那另外呢，它也添加了专利的植萃成分库拉索芦荟紫苏复合物。那经证实啊，它们是具有舒缓肌肤的功效，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因清洁过程所带来的刺激，洗完之后呢，我们的肌肤会非常的舒服。并且啊，为了有效调整油皮的出油量，我们在洁面呢就同步添加了 PCA 锌，这可是业内有名的控油小能手。那锌啊，大家都知道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它有抗氧化、抗炎、抑制油脂分泌、改善痤疮的作用。但这个 PCA 锌又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锌元素和天然保湿因子比洛烷酮羧酸，简称 PCA 相结合的产物。这个 PCA 啊，本身就存在于角质层里面，是皮肤中固有的天然保湿因子的重要组成成分，能够保持皮肤柔软光滑，维护屏障健康。那所以说 PCA 锌呢，就是双效合一的存在，一边帮你从源头抑油，同时还能让你肌肤水润。第二款单品，雅姿平衡爽肤水，它是雅姿首款粉水双层的爽肤水。那同时红邦奇亚系列的每一款的化妆水都是不含酒精的，大家可以放心使用。那它里头呢添加了白奇亚籽凝胶益生元，能够帮你维持更健康的肌肤表面环境，强化保湿屏障。那甘草提取物呢，就可以镇静肌肤里面的炎症，达到舒缓的功效。金缕梅大家都很熟悉了，可以收敛毛孔，进而抑制多余油分，百分百的天然来源的球体吸油粉呢，就可以停留在肌肤表面，利用它特别的孔状结构，可以吸掉比自身大三倍的油脂，还能平滑肌理，给你视觉上的细致效果，维持更长时间的细致哑光肌。好了，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见证一下它的持久控油效果吧。温馨提示大家，在使用之前记得摇晃均匀，无需搭配化妆棉，用手轻擦效果是最好的。那平衡方案的最后一款单品，雅姿平衡啫喱乳，擦起来呢非常的清爽又清凉，我们也昵称它为吸油果冻。它里面除了添加 PCA 锌抑制皮脂分泌外，还有一个控油成分界的闪亮星星，叫做浮游藻类提取物。这是雅姿研究人员从法国海湾的海藻中提取出来的一种多糖，百分百天然来源，它能吸收包裹过多的皮脂。试验证明，在用后的一个小时内能够消除面部油光，效果持续八小时。那多糖呢，也被称作为植物界的玻尿酸，所以它呀不只可以吸附油脂，还可以吸水长效保湿呢。它添加了纽崔莱认证的红石榴提取物，可以抗氧化、抗污染，预防氧化带来的肌肤损伤。那总的来说啊，咱们的平衡方案呢，就是通过以下三步。第一步，抑油，你得不让过多的油产生啊，所以呢，你就得利用 PCA 锌从源头抑制皮脂分泌。那第二步呢，阻油，哪怕你的油产生了，我也不让它过多的溢出皮肤表面，这就得借助金缕梅收敛毛孔的功效来阻挡出口，自然就不会感觉肌肤过分油腻了。第三步，吸油。对于那些已经冒出到皮肤表面的多到让你感觉闷堵油腻难受的油脂，就可以通过球形吸油粉跟浮游藻类提取物当中的多糖来吸到那些多余的无用的油分了。来，您看啊，要是能从根源调节，又减少了出油量，再持续吸附全天油脂，这样下来不就能达到长效控油、维持清爽的效果了吗？
当然了，有一点呢，你还得注意的就是，控油并不是让你彻底不出油，而是帮助你减缓皮肤油脂的分泌量。毕竟咱们现在就是因为油过多了才需要控嘛，对吧？那还有我们雅姿一直秉承的说到做到控油平衡方案呢，也经过了临床功效测试跟消费者测试的双重认证。在临床功效测试当中，像皮肤油腻度、毛孔可见度方面都有所下降，就连皮肤保湿度也有显著的提升。而消费者的自我评估更是收获了80%以上的好评，其中 94% 的消费者表示面部出油得到了改善，肌肤也更有光泽感了。好，接下来呢，继续为大家介绍保湿方案的单品，一起来看看他们是如何带来爆水肌肤、打造水光肌的呢？第一款单品，雅姿保湿洁面慕斯，它也是雅姿首款自动起泡慕斯类洁面，太适合那些想省事赶时间的人了，一按即洗，非常方便。松软的慕斯云触感很好，一冲就能洗干净，同样也是复合氨基酸表面活性剂的弱酸性配方。那它也添加了专利的植萃成分，最大程度的减少在清洁过程当中带来的刺激，洗完之后啊，这皮肤摸上去滑溜不紧绷。那下面呢，我们也一起通过视频来了解，直观的感受一下洁面慕斯的绵密泡沫和水润保湿效果。款单品雅姿保湿柔肤水，它添加了白芨亚籽凝胶益生元透明质酸复配，一边调整肌肤表面的生态平衡，一边补充肌肤水分。那甘草提取物呢，就可以镇静肌肤内的炎症，达到舒缓的功效。它的质地啊是轻盈的，同时能够快速吸收，擦起来清爽无负担，非常适合追求清爽保湿感的朋友。好，那第三款单品是雅姿保湿水凝霜，想保湿但又很怕黏腻的你，这一款单品一定会成为你的挚爱。它把优秀的滋润成分白芨亚籽包裹在纳米级的硅脂囊里面，除了渗透的快、渗透的深以外，还能即刻的滋润肌肤，同时起到抗氧化、提亮肤色的作用。谈保湿就离不开透明质酸，也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玻尿酸。那这一次水凝霜除了添加以外，还发现了一个优秀的植萃成分，它能够促进我们自身透明质酸的生成能力，说的就是蓝色龙舌兰酵母提取物，长期使用还能帮助养成不易干燥的肌肤哦。而且呢，为了解决因长期干燥可能伴随而来的纹路问题，水凝霜更添加了大米蛋白，可以避免胶原蛋白的流失，让肌肤啊不止水嫩，更加柔滑。那不仅如此，它还添加了非常多种的保湿成分，在每一步保湿的关键点都能起到作用，做到多维度保湿。第一步是造水，用蓝色龙舌兰酵母提取物提高自身生成透明质酸的能力。第二步吸水，同步添加透明质酸，确保有足够的量可以帮助肌肤留住水分。第三步活水，帮助水分能在肌肤内活络流通，才能确保每一寸肌肤每一个细胞都喝到饱饱的水分。那如果您是水润保湿系列的爱用者，那对活水导水这一点应该非常熟悉了。最后呢，就是加强锁水力，水分越不容易流失，就不会感到干燥了。那之前如果是水润保湿系列的忠实粉丝，我也建议您啊，可以试用一下红邦吉亚系列的保湿方案，不止之前的锁水、活水、吸水它都有，还多了提升自行造水的功效。那您喜欢的它都有，是不是就可以更深层的保湿起来了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一个实验视频来见证水凝霜的清爽质地和24小时长效保湿力吧。
款单品雅姿保湿眼霜。保湿工作啊，当然不能忽略眼周了，因为眼睛啊可是最先察觉到干燥的地方哦。那这款保湿眼霜呢，主要针对眼周干燥与眼周循环不良造成的黑眼圈，也就是看起来有点淡淡的蓝紫色的黑眼圈。它里头的白起亚籽微脂囊纳米级渗透力，可以润泽抗氧化又提亮肤色。而藜麦籽提取物呢，可以促进血管壁的弹性，从根本改善形成的黑眼圈的源头。为了满足立即见效的需求，保湿眼霜还加入了云母反光因子，借由光线折射的原理起到均匀肤色的视觉效果。外加它的清凉感和清爽质地，就特别适合在白天又或者是妆前使用，妆感啊也是服服帖帖的。从双色数据来看，保湿方案的表现力也是非常优秀的。临床测试显示，它有效提升了肌肤的光泽，增加皮肤水分，减少了黑眼圈程度，也减少了眼下纹的数量。而在消费者的自我评估当中，也获得了一致好评，100%的消费者都表示使用过程非常的温和不刺激。好了，以上就是本次保湿方案和平衡方案每一款单品的详细介绍。那截至目前为止呢，雅姿红邦洗亚系列的四大方案就都和大家见面了。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快速的找准适合自己的护肤方案，我们还给雅姿红邦洗亚系列的四大方案做了困扰、年龄、质地的区分指南。如果您想要清爽、烹润、高保湿，解决肌肤干燥、紧绷、水分流失困扰，就可以选择保湿方案。那想要清爽控油细毛孔，解决肌肤易出油、外油内干、毛孔粗大困扰，就可以选择平衡方案。那要是想要滋润嫩肤淡纹路，解决细纹干纹、皮肤干瘪困扰，就可以选择焕活方案。要是你想要滋润紧致提轮廓，解决皮肤松垂轮廓模糊困扰，就可以选择紧致方案。每一个方案呢都有明显功效差异，大家可以按需去进行选择。当然了，方案是标准化的建议，咱们也可以按照个性化的混搭。譬如说，我虽然是用焕活方案，但是夏天的时候呢，我更偏爱清爽的质地，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把霜啊换成保湿方案里头的水凝霜。那更多的个性化搭配，大家也可以自行解锁了。Wow. 本次的新品培训呢，除了为大家带来了两大新品方案，也将为大家介绍到一款系列单品——雅姿洁面卸妆液。这款新品啊，就特别适合累到卸妆都没有力气的朋友了。一瓶搞定全脸，任何部位的妆容都能轻松洗掉，而且卸洗合一，卸完呢无需洗脸。这是因为里头啊有双层胶素卸除配方。双层胶素呢是一种小小的清洁球体，它有清水端跟清油端，一遇到油性和水性的彩妆粉体，就能够快速的将它包裹起来，同时附着在化妆棉当中，一次卸除不同的质地彩妆品，做到不残留。那同时啊，它还添加了修护成分西瓜提取物，可以清除自由基，达到深度清洁净化肌肤的效果。对了，借由这个机会啊，我也想要解答伙伴们经常问我的一个问题，化妆是不是会伤害皮肤啊？哎，我跟你说，要是没有好好的卸妆，那才是真的伤呢。好了，最后关于我们的使用流程，大家可以参考流程图，按清洁、水类、精华、乳或霜的顺序进行。那同时啊，每周呢也可以使用1到2次按摩霜来进行周期护理。如果说有正在使用的单品，也可以搭配进来一同使用。说到这，大家应该也注意到了页面当中的植物精粹标章，在包装外盒以及产品当中您都能看到它，它也会伴随你每一次的护肤，让你感受到植萃护肤的强大力量和安心感。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次为大家带来的雅姿红邦洗亚系列新品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聆听。